没有，就混到比特啊，比特犬，他混到比特。对啊。好可爱哦！倒下了吗？才刚起灯不久而已。哦，感觉我们要休息了。被贤姐超爆了，下一幕可能就直接跳神马阵了。欸，这么快，啊？这边应该是不会拍了啦。哦，刚刚哦，从云冷出发，子平大概超越了500个人，然后加了100个妹的 IG。哇塞！本来预计三小时，走不到两个小时就到神马镇，太强了。啊，都是贤姐好不好？这边超爆的，超爆！按喇叭怎么可能那么快呢？对，都是你害的吗？把子平教好，对啊，他真的是歪掉了，不是我没教好。怎么这样？我怎么知道？怎么会歪成这样？一点都不听话啊！现在已经不受控了。现在怎样了？现在我都是被他超爆轮来的。I never will.
幼稚的样子。幼稚的，幼稚的。马先生，你现在是小老师吗？对对对，助理助理。你现在是小老师哦，你免得被抄了。你瑜伽小老师哦。这次要拉这个，腰子在这里。哇靠！哎，别看教练这样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你还敢用树枝给人家？没有，我没有。有拉到，有拉到。OK， 郭同学，郭同学。浇水吗？这怎么硬啊？对啊，做足的烤鱿鱼哦，差一点啊，这靠背，靠，哇，大家陪贤姐来补考北一段成功，耶耶耶耶！耶！贤姐说去梨山，她会请大家吃牛排，耶、yeah! yeah! ！